5月20日，大主宰公布了两张欧阳娜娜的剧照，照片中欧阳娜娜身穿淡紫色纱衣，伏于案前认真写字，或潇洒舞剑，黑发顺滑，挥手露少女娇颜，仙气十足。自此，大主宰中王源、欧阳娜娜的造型均曝光。据悉，欧阳娜娜此前在节目中就曾与王源有过合作，如今算是二度合作，想必已经培养了很好的默契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